不满意是这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三个字。你又喝酒了？不满意是这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三个字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没有啊，说什么？所以你不是不满意，是故意戏耍。我曾说过，人生而平等，为何女子可以休夫，男子就不能休妻呢？男子可以休妻啊。那你就许我休了你。休了我？你把我弄醒就是为了休了我？我反复要求，你却那耳边风吗？公主，皇上宣册驸马进宫面圣。朕听闻二公主府近来十分热闹，不知陛下所为何事？哼，你不知，若是因为连城屡犯七出，有违难得，还请皇上降罪。二公主是我皇室后人，七出岂可儿戏？她府上之言行皆为百姓表率，驸马该好自为之。连城斗胆请示，婚姻乃男女双方之事，为何只有女子一方定夺？哼，看来这二公主府比朕想的要更为不堪呢。倘若天下男子求休不得，唯有触犯七出一途，敢问陛下，他们又将如何？难道你真的认为世间所有男子都和你一样，为求被休而肆意妄为吗？敢问陛下，若是天下女子执意无视男子意愿，哪怕屡犯七出，都不休夫，国将如何？放肆！去大殿外跪着自省。